五笔口诀。五笔口诀包括五笔字根口诀、拆字口诀、墨笔识别码口诀、墨笔口诀，当然这也包括字形口诀。这些口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，可使初学者以最高的效率学好五笔。新世纪五笔输入法的内容是：十一记王旁青头五一题，十二 F 土势二干十寸雨，十三 D 大三四头古石场，十四 S 木丁西边要五女，十五 A 公哥草头右框七，二曲竖起笔，二十一 H 木指巨头补虎皮，二十二 J 日日两素与重衣，二十三 K 口中两穿三个竖，二十四 L 田筐四车假单底，二十五 M 山油背骨下筐里，三曲撇起笔，三十一 T 何竹牛旁握人力，三十二 R 白金气头插手提，三十三 E 越州衣乃始至旧，三十四 W 人八登记风头挤，三十五 Q 金漆犬儿包头鱼，四曲点起笔，四十一 Y 言文方广再四一，四十二 U 立心两点并门里，四十三 I 水边一足三点小，四十四 O 火变三太广二米，四十五 P 之字宝盖不是一，五曲折起笔，五十一 N 以类左框新诗语，五十二 B 子耳燎野结齿底，五十三 V 女刀九旬露无水，五十四 C 右八勇以马失蹄，五十五 X 腰母绞丝弓三笔，